防范攻击关岛裔民众洗头污润法。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你来我往的互呛之际，关岛躺着也中枪了。而这个美国领土决定发布安全传单来说明攻击相关的注意事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政府警告别使用润发乳。关岛在这个月发布的传单中警告居民，如果遭到核子攻击，切勿使用润发乳，因为润发乳能让放射性物质停留在头发上，也就是说放射性物质会聚集在我们的毛囊内外。同时关岛当局也在传单中鼓励居民只用洗发精或肥皂来洗头，不像润发乳，它们的用途是离开发丝而不是留在上面。